对，应该把干蛋拿回来。好，我们等来玩干蛋。复仇者干蛋。买完美尾买，嘿嘿嘿，哎，美尾真的，一飞准时下之后真的是无解，你就没办法解的话，超 A 黑黑的，嘿嘿嘿，哎，你们会留这个吗？哎，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哎，因为我是没有留过，因为我都是觉得莫妮卡很重要，就全换找莫妮卡，啊，我们留一只看看就知道了嘛，两只。两只，我只是留炎灵加莫妮卡哦，就是炎灵加莫妮卡就出现，因为我觉得炎灵不是，我觉得莫妮卡是大于炎灵的，没错。哇，这边这是要拍啊！嗯，能不能拼到一张二一附体呢？还有什么可能？现在的进化实力也蛮多的，有莫妮卡才有办法玩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真的拼到一张莫妮附体了。ブディブディ。输的牌怎么砍到只剩一页了？啊，对啊，因为比赛叫我要把全部牌砍掉，因为他们怕你就是点错牌啊。马猴修就马 K 男友，嗯，这样做的话，下一回可以直接炎灵哎，好吧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好像是这样做。完美啊，也不能说完美，嗯，好啦，算完美了。至少还可以骗一只怨灵啊，五一那一只。SDO 打第几轮？我只打到第二轮而已。呜、哦，他放弃了，他直接跟我拼牌哦。炎灵，真的就是。最强的无限莫妮卡了。久しぶり。お久しぶり。看来要开车了。来了，速速看，这回能不能斩？五次能吗？一 K。有炎灵，为什么我这场就那么顺？奇怪，飞鸟，
这跟我的游戏好像不是同一款。是啊，是同一款啊。还不错。お疲れ様です。是这样吗？お疲れ様です。です。哎呀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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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我先扑哎。哦，没有，没事。君の日本語ない。不是，我只会单字而已。有看过多少方文社的作品啊？我就看 New Game 吧。有那集不是方文社的啊？那名番，我只记得我印象深刻就 New Game 的。哎、欸，哦，点兔算吗？点兔只看第一集，还有什么？哦，黄金拼图，还有阿卡林，就这几部而已、啊，没有看多少部。啊、这边就是直接我们的忐忑啦。哎、欸，对方是不是快攻节奏了啊？哎、欸，我霸凌自己、欸，我霸凌自己。说这边不能做循环，我觉得还蛮可惜的，但也没关系，我觉得这边要解掉。悬孤岛、欸、有啊，我有看悬孤岛。城下町，城下町的蒲公英有啊。月没有，对啊。不是吧？那不是 K 样吧？有点啊。K 样不是京都？真假的？我一直以为 K 样是京都哎、欸。那你这边、欸、啊？对啊。来说，没有，它是漫画。是不是直接开爆？哎，直接莫妮卡啊！小樱露林竟然还没有看吗？小樱露林太新了，还没有看，没时间啊，没时间。你知道当剪影片之后，你看动漫的时间会越来越少，所以不要每次去当 YouTuber， 你看别人动漫介绍就好，绝对不要。有看乌拉拉迷路帖吗？没有，但是我知道里面有个角色很赞。他放不响的纸龙哎，跟我不太一样。啊，我们只好请他吃这个啦。完了，完美解。刚刚莫妮卡就想到阿莫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滚！他让我好想要直接拍两张的魔导巨像啊、哦！反正我们关键掌上也还没来嘛，我们再留。来了，关键啊，机械生命体，等机械从这开刷之后，就可以一直炮击了，无限炮击资源。要不要去看威尔女儿？哦，我知道那一部啊，最近一直有人在贴图。喜欢魔法少女可以看魔法少女网站吗？对方是进化，对，没错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摩拉这个设计是他原本就故意要设计给炎灵的吗？还是他这个不小心做坏？因为他其实是七飞入场曲，当初我真的压根没想到，我一直以为是爆能强化。我是龙滚滚。
吃龙滚滚。不管了，我要让一张这个机械魔导巨像。开绿。抽一张就好。还会不会宙斯撞死我啊？我现在是要凶啊！一二三，所以我就要送掉他，送掉他六点五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